Bring the bass。假的好心情，欢迎收看推理综艺节目《真的了不起》。上次在节目里面有看到双凤阳吗？有，很快耶，那个速度是你快到你觉得有点危险，可是真的好厉害。然后你也看过削水果达人那个速度，在今天的节目现场，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人速度可以更快，尤其削甘蔗可以快到什么样的程度？没错，魔术什么样你都看过，但是如果不是看到一个影子，就可以让真实生活动，会有这样的魔术吗？真真假假，今天是不是都看得到？是。凯乐一一来介绍。好，今天节目现场有哪一些艺人朋友来参加呢？来，一位你介绍。欢迎第一队张维忠老师，还有郑嘉玲老师。两位，大家好。来，下一队。欢迎第二队小梦老师，还有雅云老师。来，欢迎。欢迎第三队维维安老师，还有恩熙老师。来，欢迎。大家好。今天都是老师。对，所以今天这一集呢，也蒙录了。请问一下，下半年的运势怎么样？不管是星座啦，或是命运，我们就直接难得吧，请到这么多老师，就问一下。应该现场要做法，开的那个哈利波特火红飞机来才对哈。对。小五哥，我跟你说，小梦老师算我两年后会嫁入豪门，真的。我觉得他很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去年农民历就讲南部的火跟飞机事件频传，大家有凭可据，但这不值得骄傲，这感到很伤。感，因为讲得准又救不了别人，我觉得很自责。跟他讲好不好？继续节目吧，好不好？小五哥知道什么叫江湖术士？真的，就是真的是真功夫了，白纸黑字，看着人落泪。好，反正只要张维忠不要开口就好了，就不会有这么多事。OK， 但一开始要看看他们两组的默契是怎么样。来抢分，请上台。接下来的郑嘉颖老师还有维忠老师 ，OK， 那你为什么会跟他配一组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我们两个都双鱼座吧。哦，因为你们俩都双鱼座，对，好朋友。我结婚，他有来参加啦，一定要去的。哦，来，加油，来计时开始。两个字提示，宜兰，三个字。翻新葱。可以。活动。宜兰活动。那个什么儿童节什么那个叫童什么节童万节，对，女人对，女人三个字答案，我最大，专柜，女人专柜那个女人专柜，女人会有什么东西？有化妆品，对，化妆品，两题两题了，加油，马路有户口，行人当心走路。走路，行人道，那个行人道，翻转，斑马线，对，翻转，刚刚你讲对了，翻转，行人道吗？还是行人道吗？行人道到行人，还有呢？再翻，到人行，人行道，再翻，啊，行人道，天啊，还有时间，2分14秒。后面两组可能更差，在你不要这样，不要害到我们节目，因为我真的是对你们都已经2分14秒了。OK， 来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来，小梦老师、雅韵老师，他们两个穿情侣装，哎，没错，没错，对，内心这是我的衣服，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我把小梦的智慧穿在身上，没错，因为带有点。老是糊涂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次我们是老少配嘛，嗯，对，所以我想谁老，他老，对，小梦老师，生命界的竞争很激烈，没错没错。刚才张维忠是个错误示范，不要学。我了解，好 ，OK， 你要加油，因为你是凯乐的贵人，怎么两年后嫁入豪门，是，如果我很快答完，就是代表这个是真的，超好，来恭喜答对了。已经答对了吗？没有办法，为了凯乐的事情这样子，来继续开始。食物，马铃薯。好，放屁。三个字，烤地瓜。bingo。对，电影，随便三个字，还可以多一点。伟仔，等一下，皮卡丘，伟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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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个字，华仔，无间道。哇，你的幸福有了，你的幸福有了，小鬼呀，小鬼。把裤子出来，下一个。安全裤。狐狸。
伪装。等等，狐狸，狐狸，三个字，随便三个字，母老虎，来，伪装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会计师，职业，命理师，机会有了，有了，好满，不要忘了送给大家。你说狐狸就是詹老师的，你说狐狸也是他，对啊，就是他，狐狸呀，你妈妈是个老狐狸，没错。来，这组中西合璧，时间是54秒。我知道你是为了凯乐的幸福，没错。你讲那句话吓死他了。凯乐也要发达，不要忘了我们了。不要再说了。OK， 来，谢谢两位老师，谢谢。来，这个新书要送给两位主持人。OK， 对，这是小五哥的，来，凯乐的，这是我跟宝莲老师在今年出的新书，《希腊神话》对，占星塔罗，他在讲22个人格，每个人都有一个主人格，而且可以让大家更了解那个塔罗牌背后的由来。如果想要学塔罗牌，我觉得不错的入门书。谢谢。OK，推荐。好，《希腊神话》占星塔罗，要支持。那有算出来你们的时间吗？我们尽力而为，加油。来，继续开始。两个字，公园。三个字，狗大便。上下，大脚尖，溜滑梯，摇摆的跷跷板。一个器具，气出来了。锅铲，不气出来了。来下一个，手机，三个字，充电器，伤脑啊。手机，电子波，对个，来下一个，快下一个。哦 ，pass。阿龙，鸡笼，一口咬。也是好吃的鸡肉小香肠，两个字，庙口，小香肠，再来，小霸王，好，换词，那个潜水，大西洋，石头，珊瑚礁，对的，羊毛，哇，差一点点，没问题，还天赋，这节时间是56秒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对，我刚刚在算时间，我觉得就差不多，就差一点点，差个一口天赋罗，没关系，对，有时会刚好这样，还不错，不错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这个阶段呢，我们要恭喜的，我们要恭喜的就是第二名，是的，获得我们的2分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我们的第二个回合，大抽行家。那一开始要再一次恭喜小明老师跟雅云老师获得第一个2分。那你怎么还站着？哦，我现在是贵妇，你应该坐着。对，制作单位真的是。玉林哥，我要换一下，换一下，换一下。对，你爸不照顾你，我跟你讲，到时候对不对？有钱的时候哈。对。好，那今天凯乐要带来哪一些奇人异事？第一位是来凯乐。欢迎他的是今日外国台客原住民语的四声带阿多啊。OK， 来 Mike， 请问一下，会这么多语言的四声带这些，但是对你来说，以你母语的文法跟我们的一些文法还是有出入，所以你去餐厅点菜发生过什么笑话？按照我们英文的说法，就是我想要吃辣一点，会把一点放在辣的前面。OK， 对，然后一直讲，一直重复，就是好像不够辣。那你中文怎么跟他说？要一点辣，就一直跟他说一点辣。对，然后他说就是一点辣，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也要说辣一点。对。哦 ，OK。但是为了学，因为刚刚讲到国台课，还包括连原民的一些语言你都会，所以你要去学原住民的语言，你曾经发生过差一点连人带机车滚到山底下去。哦，有一个地方叫做明强，在民权这个地方在南部，然后它在很深山的地区里面，南麻夏，然后那边住的人是卡纳卡纳富族，不知道有没有听过？真的没听过。卡纳卡纳富族，卡纳卡纳富族，对 ，OK， 就是从阿里山就开进去，然后过了一个山脉，然后再找加油站，因为外面有加油，没有，然后还要再跑里面，然后再过一个山脉再进去，然后路越来越少。然后越来越小，然后越来越窄，然后越来越高，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已经没有什么铺路的，都是石头的，因为在山坡上，我不习惯在山区停车，然后把车子停在那边，结果我是应该要停这样子，不是停这样子，因为要不然他就是开始往后，就我在下面在推那个车 ，OK， 然后要把它转过来，对，然后对面就有很多。
原住民在看我。嗯，那这个阿东啊在干嘛？那他们有没有过来帮你？没有，他们在这边。他们在想这个阿东到底想要看什么？对 ，OK。什么的安子 C 是什么话？什么意思？安子 C 厉害哦。啊，你说安子 C， 我说 Simon。哦。老师，你不要问这么幼稚园的问题，懂吗 ？OK。来，安子 C 大家。老实讲啊，在台湾会国台客的阿东啊非常多，是这样的人我真的看多了。嗯。但是原住民语。我个人相当的质疑，如果到麦克你所说的你这么常去原住民的部落，我冒昧的问你，在部落的狗跟平地的狗有什么分别？你有感觉出部落的狗？我看过狗啊，对，他们的叫声是不一样的。我就叫他阿多啊，哎，没有没有，有重大的差别。平地的狗大家知道就是汪汪汪汪嘛，对不对？部落的狗是汪汪的啦，汪汪的啦，汪汪汪汪的啦。命理风水样样精的张维忠看面相却不及格，戒不掉吸奶嘴40岁小女。其实我也爱吸奶嘴，我跟她的面相也很适合。现在好像有哪几个面相看起来像爱吸奶嘴？那个女主持人爱吸奶嘴，我不喜欢啊。好，对的，对的。